湖。哪边是青草湖？那边很多湖。什么很多湖？就一个湖而已啦。我们今天来到了青草湖，我们看这边是新竹的青草。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哈。现在呢，这应该就是他们青草湖最有名的那条桥了，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先往前看好了。哇，这条桥很漂亮，它应该是要通往那边有一个建筑物，这里吧。还没走过去，还不知道长怎样。哇，这两个人母女又在这边拍照了，耶！好，然后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条桥的画面就非常漂亮了。你看，这边直接通到那个地方，应该是有规划过的，然后就是非常绿意盎然。这是怎样，小朋友？小朋友，我是小朋友。啊，你今天怎么头发那么乱？因为我是红脖子。红脖子，耶 ，Harry。我们来到这个桥叫什么桥啊？很什么很硬的月桥，硬月桥啦。对啊，所以很硬啊，所以又很月又很硬。哦，这是小朋友式的笑话吗？好了，那你带我们一起走过去，走 go。 走。哇，这条桥哇很漂亮哎，有点像日式的桥。我是日式风格。但是新竹其实蛮多客家人。对啊，这条桥应该蛮好拍照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整体的景观。哇，今天的景色还不错哦。为什么要打我屁屁？因为你屁屁臭臭。嗯，我有擦屁股呢。走吧。你看他们母女俩呢，就是这样子拍照，一边走一边拍。对，没错，我女儿就是这么的疯狂。走吧。什么东西？这小孩子呢，一去不复返。你看他有多欢乐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欢乐的小孩。一溜烟，小朋友不见了。这条桥这样拍其实蛮有感觉的，而且如果我有带稳定器，应该会更美。你看小朋友又回来了，给你拍一个，招来招去，你等一下就我俩光射俩光。原来这里不是一个建筑物哎，它只是一面墙，只是一面网美墙哎。我们刚以为它是一个就是建筑物，然后可能是一个什么馆之类的，就没有，它就是用来拍照用。你看，就马上听到一些阿伯在这边开开心心的，你看阿伯多开心呐、啊，听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黄莺出谷啊。这边有个竹林哦，特别漂亮，外面种满了花。我们刚刚应该是误解他们了，其实这边应该算是中式的啦。中式的建筑物啦，只是可能跟那个日式的有点雷同，但其实它的建筑物应该是中式的。日本本来那些建筑物就跟中国有点类似，看它这个造景就比较像是中国的建筑这样。好了，哇，那边好漂亮哦！你们刚刚去的那边吗？你说桥那边哦？对啊，很漂亮。这边旁边还有可以玩水的那个什么船呢？踩脚踏车。哎呦，好像看到一个帅哥。他在玩什么？其实我不太晓得。他就这样踩，踩这个水。那如果你想要来这边，然后划个船呢、啊，这边就是跟这边的商家，然后就借这个船。那大概差不多两个人的话300，然后四个人的话要500块，其实不太便宜。但如果你来这边玩的时候呢，就是想说，就是享受一下这边的氛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的笑容都没你的到饭店啦，耶、yeah ！我们看一下四周环境一下好了啦，这是它的周遭环境，好像有很多馆哦。我们现在在这边的是丽莎馆、丽池馆，然后还有温莎馆、香榭馆。我们今天住的是香榭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——香榭馆。Hello， 耶、yeah ！我们来到新竹烟波饭店。超多人，然后现在因为我们要等很多人 check in， 要等超久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等 Bobby 去 check in 完，我们就能进房间喽。我现在要去我们的房间啦，房间在哪边啊？8117，我们到今天的房间啦。Ari， 这是让你最开心的进去啦，打开一下。哇，他插房卡，插房卡。耶、yeah。太棒了吧！哇，房间蛮大的。又到了肖丽尔躺床时间了，他整个非常疯狂。耶、yeah ！你看这疯狂的小孩子，欸、很大，很爽哎。小朋友一看到这个冰城，他整个就兴奋起来。没有要让我们拍照，其实呢称不上豪华啦，但是讲真的就是很舒适。耶、yeah ！我们进来啦，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这一走进来呢，这边就是健身房了。哇，很 modern 哎、欸，
算了啊，这边是什么？休息室吗？哦，这边可以玩桌游，前走一下看一下好了。小朋友儿童区吧。哦，这边有游泳池呢，是一个室内的游泳池，晚上应该就可以来这边游泳一下，然后去 SPA 一下，应该是蛮开心的啦。好啦，这边还有一个亲子游乐区哦，你看，在这边，哎呀，这是最恐怖的，要浪费爸爸妈妈的钱的。对，怪物机器，每次呢，我们家肖丽尔看到这个都会投一个。哎呀，什么东西呢？然后这边是什么地方？哇，应该是给小朋友扮演这玩游戏的地方吧。肖丽尔最喜欢这种地方啊，他在这边都可以玩那种就是演戏游戏。哦，一进来这边就是会让小朋友发疯的地方。你看这个球池有多大，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哦，这边就是玩车车的地方。哦，球池丢起来了，你看那母女两人。是的，我们肖丽尔现在呢，驾着车要出门了，快点骑，快点骑。把我们的摩托车光荣回来了，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双手，然后离开那个什么，你的龙头直接给我这样骑，我真是一个不良驾驶，跟我太像了。哇，来到这一区啦，就是小朋友的办家家酒的好地方。看出来很多小商店啊，小朋友小女生最喜欢的地方。你看我们肖丽对这一区情有独钟，已经一个人先包场包起来，好玩吗？他是我的客人，我也是你的客人啊，我也是，我要一份意大利面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用锯子来切那个吗？没关系啦，用锯子切的意大利面特别好吃，小女生特别喜欢玩那种就是家家酒的游戏。晚餐啊，都是来吃自助餐啊。你看我们每次呢都是先拿生鱼片，日式区对不对？ Ari 最喜欢吃什么？生鱼片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吃了，耶、yeah!